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讲极乐世界九品莲花。那么，咱已经咱有讲了这个所谓中品下生的情形啦。那么，在这所在，咱们把这中品的下生呢，咱讲不完的部分，给那个延续落去哦。来，注意看这段这个经文哦。生极乐国，七日以闻观音世字说法，即地初果，一小劫后成阿罗汉。这段的经文就是讲，一旦你若是在生有所谓呢人伦道德修了好人，哦，一心一意呢，在命中时受善知识开始。往生甲阿弥陀的极乐世界，七天呢，就有法度呢，花开见佛，听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呢，为你呢，讲三藏十二部教典道理呢，然后你就证成初果阿罗汉哦。那么经过啊一小劫了后呢，就成就修行的结果，四果阿罗汉。吼、哦！虽然往生极乐世界呢，一般人民百姓无下苦人，在生无做真大诶罪恶诶人，人伦道德守有条，来念佛求生净土，最起码着中品下生呢，无简单咯。所以咱大家要有信心，说往生西方净土三诸娘呢，第一要有信心，第二要有法愿，第三呢？你行念阿弥陀佛呢，安尼决定净土三诸娘记住咯，往生净土在望呢。好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净初果呢。那么初果是要如何解释呢？来注意看哦。初果者，须多烦，华叶入流，意思就是初入圣人之流。普见识如树根拔起，走在行路时离地三寸呢。这经典同离四寸，七幻翁幻呢。诸位要清楚吼，这就是表示讲，在修道过程当中，你这个初果人，伊的佛教名词叫做殊陀环呐。咱台湾话叫做入流。什么叫入流呢？就入这圣人之流啦，就是你已经啊不再做凡夫咯，已经转凡入圣类去咯，不再受生死轮回咯，已经有担着圣人迄款滋味啊啦。哦，叫做入圣人之流。那对这个世间的这个见性呢，已经破掉，你这人决定未下地下定。所以社会上真济人。无像已经种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但是有缘的阁下地下根呢，安尼唔对。所以种初果人最起码伊电迄种破掉啊，绝对是种地种根的。哦，伊袂阁做迄个糊涂代志啊。所以真侪人标榜是种果，但是呢，思想观念听你家己，你脚尾就拧一骨去啊。哦，这大声乌白白擦就对了。这是呢后摆命中。会对路啊！这个迷得未得，迷见未见啊！无开悟，无见过，讲个见过，安尼个大妄语，命中了必然呢，一刹那间对这无间地界落去，这肯定讲这问题。
哦，要来证明你已经证成初果呢？佛经有讲，证初果人有功夫呢。行路是离土脚三寸呢，伊袂去打死蚊虫呢，袂自染呢。哦，那个东西啊，你去猎残的时啊，这蚊虫乃是这毒菌啊，然后这细菌自然离开这猎呢，有这三寸、至四寸呢、啊，所以你袂去自染啊。种错果有这个功夫呢？哦，佛经譬如一个例讲，啥物去种错果啦？伊譬如这个足水，譬如讲一丛树啊，这丛树啊呢，挂根甲烤起来，放伫这土面呢。那么这丛树在乍看之下，两三天、正礼拜，感觉青隐隐呢，感觉是活的同款。但是你放心，放心啥？因这丛树啊，挂根烤起来，放伫土脚，含这土壤水分隔开呢。这丛树啊，虽然在乍看之下青隐隐，但是伊注定非死不可，未当无死，未死叫做未得呢，一定爱死啊！种错个人就是呢，思想观念未下底下建造业，地数轮回生死啊，就是伊思想观念正见。正见呢，做代志就大了，哦，做代志就入中道，做代志呢无得失取舍，因此自行解脱。虽然有暂时一时的习气还未净化掉，那么一个七番的往来，人间往来哦，天顶人间，天顶人间七番的往来，最后就证成四果罗汉咯。哎，你最清楚哦。所以种错个人，嗯，就已经无个生死个啦。伊这番的生死是暂时净化习气，慢慢来磨练，最后才证成四果阿罗汉呢。哦，用这树啊，譬如就有听较有啊啦。像伊种错果哦，嗯，在表面看起来有多少一个习气呢？多少有烦恼呢？唔过你放心，最起码伊思想观念正知正见。未做迄个糊涂工过，未呢患得患失啊！即款呢错过应转换入成入去啊，无简单咯。那么你啊往生甲阿弥陀叫世界呢，听观世菩萨说法呢，那么念地啊，就正成错过阿罗汉啊。佮经过一小劫无，就正成呢小成的结果。四果阿罗汉，好，经典古都详细啊。有人问讲，叫啊一小劫到底偌久呢？来注意看好，一小劫后成阿罗汉，拄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啦。都经过一千六百七十九万的八千年呢，成就阿罗汉。来注意听好。那么阿罗汉呢，是声闻性内底最高的高位啦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呢，反正咱这台湾话有四种语义，有三种语义哦。到底对三种呢？来注意看好。阿罗汉具有三义：第一杀贼，第二无生，第三应供。那么啥物叫杀贼呢？来去看好。杀贼者，就是杀尽烦恼之贼。那么阿罗汉，你啊翻译咱这个话，哦，阿罗汉当然是梵语啊。啊，翻译咱台湾话叫做杀尽烦恼之贼啊。哦，用这贼譬如代表呢，贼会劫夺了咱自己的功德发财啊。哦，会占有咱的烦，咱的本性啊，是贼来共款啊，所以把这贼来净化掉。是只有烦恼来讲呢，烦恼真惨，你强度呢，搞我清净的本性，不甲呢恶因散布啊，不甲我心魂颠倒啊，不甲我自业啊，不甲我的清净的本性显未出来啊，所以把这烦恼之贼给净化掉，烦也叫杀贼，对伊来讲，所有贪嗔痴无明烦恼习气，拢完全净化了啊，因此叫做。杀尽烦恼之贼，哎，你就明白吼，阿罗汉的意思叫杀贼。那第二个意思，啥物话呢？叫做无生啊，
好看好哦。无生者，解脱生死，不受后有。总共一句，阿罗汉已经唔免阁受这三界束缚，用顿顿入道啊。所以用生死这个梦的解脱啊，未阁受这生死轮回落去啊。哦，当然无开悟证，个人爱受这生死轮回束缚啊。一期一期，一世一世呢，无知识一直沉沉沦落去。那么阿罗汉呢，无这个危机啊，因为净化伊贪嗔痴无明烦恼，伊未阁受来生阁一期的生死，伊未阁安尼类啊，叫做解脱生死。哦，那么自己呢，不受后有啊，大家三业清净的人啊，所以叫做无生呢、啊。啊，凡夫是啊大生特生的咯。有安尼大生特生，因为你无明烦恼呢，无净化掉啊，免不了受这无明烦恼习气呢，屈数带动，继续去沉沦六道啊。但是阿罗汉无这危机啊，因为大家无生境界啊。好，那么阿罗汉第三观的意思叫做啥呢？应用呢？是啥物会个应用呢？来听好。应供者，应受天上人间供养。等阿难修改呢，甲遮来出离三界呢，咱有这个福，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愿力，诶，威德，哦，伊道德所感召啊，所以天上人会甲供养，人间人会甲供养啊，啊，自然感召哦，这无偏讲的哦，因为有迄德行，有迄福报。咱修行有迄个道德啊，哦，那重用是以德行所感召去的，所以就是天上人间人呢，重用这个阿罗汉，你就清楚吼，是阿罗汉具备有这三观的毅力啦，才是阿罗汉的本意哦。那么阿罗汉呢，翻译叫做是萨七尔，答对了三分之一，后边阁有三分之二的，阁应供甲无生。所以应供无生加添呢，所有的十七，那才是完整阿罗汉的本意哈、啊。意思很明白吼。好，讲我这应供啊，咱就去讲话啊。在所有佛的弟子内底呢，佛祖上个赞叹呢，称为应供第三人呢。佛祖弟子应供第三人，来看好。佛弟子当中，应供第一者，就是宾陀罗波罗蜜，已经证成阿罗汉果了。那么中者之半呢，现神通，自是受应供呢。那么这个公案来个注意稍微报告一下，佛弟子内底应供第一呢，就是宾陀罗波罗蜜啊。这个宾陀罗呢，波罗蜜啊，为安怎去应供第一，有一个典故，哦，人早伊就证成阿罗汉的故意啊，哦，啊再有一个中者，用一个德高啊，差不多大概吼、哦、两三等以上啦、啊，真悬的呢，伊就向所有释迦佛做弟子的讲啊，用啥物人有才调，将我这个钵，伫这三四等的德高顶悬。用神通背起，甲摕落来呢，安然无恙。我这拨就送予对方呢。嘿嘿，这个时阵啊，宾陀罗波罗蜜呢，我拨当个公婆尔咧，吼、哦，欠一拨就丢啦。伊嘛无歹，嘛无贪啦，哦，只是讲我欠一拨，无用这神通真简单呢。然后共十万迄时块呢，有用神通呢，冲去半空中呢，将这个拨。轻而易举呢，就摕落来了。摕落了后，这代际中者呢，在社会上有德望啊，哦，有才有德啊，佫真富贵啊，讲话算话，讲我这博就送哦，尊者你呢？那么啊，这个尊者呢，本身摕这博了后，就用这个博去吐博，来希望应供啊。这代志传出以后无偌久呢，释迦牟尼知影，伊讲我迄个弟子啊，
在救度众生的时啊，有了项目，或者是在特殊情形才能用神通，不然为者，轻易就来用神通的，因犯戒未使哦。那么佛陀就命令讲，宾陀罗波罗对呢，你随随便便用神通，安尼违反如来意思，安尼误以为呢，啊，或者地主出家了都有神通，啊，贪嗔痴无明烦恼一大堆，唔净化，就要有神通，用误导去。所以佛陀甲处罚讲，你袂当入涅槃哦，你留在世间呢，是由人天的人来供养和众生正福田。所以呢，佛陀在讲讲，你呢，就是我佛的弟子内底印中第一的，道理在这所在。所以要讲话咯，会当供养一个，所以阿罗汉福报非常的大呢。哦，较早咱无看过，阿那就真正的供养一个，啊，这受苦、这病苦的一个辟支佛的。供养一碗这个食个饭呢来给伊，感召呢九十一劫的时间呢，拢总无受这贫穷苦怖，卖来人家变巴，变来人间中做国王，卖去天顶变巴，去天顶做天王啊！哦，在往返的当中呢，受尽所有福报的享受，甲供养一碗饭尔呢，带来这么大富贵啊！到最后，在释迦牟尼时代呢，出家修行，证成四果的阿罗汉呢，阿那就尊者啊，你想看麦？所以天下间有阿罗汉呐，是天下间的人福报哦。哦，所以注意啊，咱在有生之年啊，人生在世啊，人家有够无常啊。你看，今年印度呢，哦，大地动呢。那么在这座大地当当中呢，迄、那个城区、迄、那个区县呢，厝倒落来呢，得是三万几人以上，无加可贵的呢，几啊万户啊，受轻重伤的呢，哦，几啊万人啊，天灾地变啊，防不胜防啊，所以这国土危脆啊，咱做好个地主，即款严重为者呢，有这严地。安修行在呢有所增添，唔以为世间你以为是永远不变的啊，唔知世间是无常的，所以呢，一旦因为这情形，才唤起咱来学佛修道，安尼也无妨就对了。所以世间来看，念你就过啊呢，哦，日月如箭啊，哦，无唔对啊。这时间过足紧的啊，那岁月如箭啊，日月如梭啊，无唔对。你来看，像我常讲的啊，你今仔用活六七十岁的啦，听这问你六七十岁安怎度过？你甲讲是讲，哟，我嘛唔知啊你，啊你两个百年啊，今仔五六十岁啊，安个砍你年你几个百个，佮你两个了后就成百岁啊呢，来往生啊呢。啊，是毋是我都度过一百岁无，搁一个问题呢？因为世间无常呢，你袂当做主的啊。毋是你无爱唔的问题呢，是由你业力来决定的呢。所以是说世间呐、啊，有生之年，只是数十番数呢，咱袂当甲注意呢，啊，甲咱自己啊，安尼当作海海啊呢，爱利用一个时间来修行较好。所以啊，我真希望注意啊。若有时间哦，咱尽量来念佛修行哦。若有时间听一个经典，正中的智慧，到底先从何来，树往何去呢？这是非常要紧代志。较早日本有一个宰相啊，伊查某囝得一场真大病啊，将近咧人命中啊。专门伊阿爹就是这宰相啊，甲问一句尔。讲，请这问阿爹，哦，我死去了后，我会投胎为倒去，我会为倒位去，我心情是安顿是倒位。问一个因阿爹，也就是宰相呢，轰然顿，我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！竟然和我做囝，甲我问一个呢，我无法度甲回答，生大惭愧心啊！
所以失掉伊的这个头颅，也就失掉这个宰相的头颅呢，去参访明珠。等下参访到这答案的时阵，要怎啊甲伊祖囝交代，要回答这问题时，伊祖囝用白色去啊。你想看卖啊？哦，伊才知讲，哎呦，祖囝甲我问一句话，我神经大电流咯，我咧下昏收到，顺祖囝往生去咯。但是这嘛相当有价值、有代价啦。祖囝问这个问题，我神经流咯。问这个问题，我想要找答案。结果呢，伊呢收获非常有成就。哦，升上好来，素往好去，甲问一下，当成翘翘倒啊。等下找到明书，得到答案的时，要等家祖囝讲呢，伊祖囝白死去啊。你想看麦？所以啊，咱人伫这世间呐，爱好好用功修行啊。我嘛定讲啊，咱在世间的时，那世间办到有一个段落，咱出家修行决定正确。哦，因为呢，咱若去修行，会当顿顿生死啊，唔免去六道轮回啊。哦，无轮回咧，家己无快活啊。甚至宰相会做件问一个问题，问一个神经才流露出来。到尾呢，修行修到非常有成就啊！伊讲阿爹，我死去了后，我神魂唔知要倒位去吼。吼、哦，世间人讲真妖秀，佮真傲慢，问甲很对人诶。问者阿爹就神经流露啊，失掉伊这个宰相的位啊。哦，所以这样个神经要成熟啊，对一个角度来成熟无得确。有时发生车祸，哦，神经流落；有诶呢，听经闻法了后，伊道生里头诶神经因此甲搞出来，流落出来，听到佛法来学去修道。有人家庭有人往生去了后，办一个佛事了后，伊等神经流落。啊，有人呢伫顺境当中看到无常，因此来学去修道。每一个人角度无共款呢。有人去行路行路无注意呢。踏到石头啊，踏到去枯条啊，神经流落的。吼、哦，有人在时啊困醒去洗面，哦去刷牙、洗嘴时呢，神经流落。有人伫眠床顶困未去，翻来翻去，思考来思考去，伫眠床顶开悟的。所以每一人开悟，哎，神经成熟，每一人角度无同款呢。总是呢，神经既然成熟咯，我希望注意莫停顿伫个。干在成熟、神经成熟的当中，应该顶上一层楼。那是虚构的状况之下，赶紧的三皈依，了后是一个五戒，是一个菩萨戒，甚至会当来出家修行，迄上好个啊！哦，虽然本经有讲了啊，啥物叫做阿罗汉？阿罗汉就是安尼啊，来听好。佛说四十二种经言，师亲出家，悉心达本，皆无违法，名曰沙门，常行250戒，尽止清净，为速尽道行，成阿罗汉。阿罗汉者，能飞行变化，空劫寿命，自动天地。诸位，你讲清楚吼？总讲一句，出家唔是困难呐、啊，问题是唔是讲你是唔是呢？真正以这个出家要成就道，要利益众生，你的动机是唔是呢？那安尼呢？出家是正确个、哦，所以唔使讲讲出家头一个条件，爱挂碍事亲呢。哦，那么同时出家完完了后，悉心达本。悉心达本，禅宗讲叫做啊明心见性呐，哦啊改这个无违法啊，哦大家明心见性去吧，那称为沙门呢。同时日常生活行诸自我，生活精进配后，哦一切呢拢总要遵守释迦牟尼佛 BQ 250条戒律哦。同时爱精进苦集灭道。素性提道理，哦，来成就阿罗汉。伊唔知个讲，讲三昧去阿罗汉呢？
阿罗汉就是能飞行变化，控制寿命啊，能自动天地啊。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唔知会感觉呢真神圣、真庄严啊。阿罗汉伊决定呢，飞天正地啊，当场体别阻碍不了伊啊，继续有三明六通啊，顿顿生死，无受六道轮回啊。哦，当时性命嘛是无量寿啊。这控制寿命呢，能自动天地，天地败坏了了，阿罗汉佫还袂死呢。哦，因为大家不生不灭，涅槃境界入面啊，控制寿命，自动天地啊，飞行变化自在啊，无简单哦。这唔是讲梦干呢，唔是天方夜谭呢，唔是《封神榜》呢，唔是《水浒传》呢，哦。这是卡是呢，阿罗汉都有法度，大家就境界啊，飞行变化，自动天地，控制寿命，神通自在啊。为安尼有法达成这款境界呢？人的修行来，有因必有果啊。哦，寿命是长长长，伊活到长长长，哦，伊无想要死，你甲母未死，啊，也要离开世间，一刹那间，你动动未掉，伊生死自在啊。哦，凡夫未自在啊，不该死，偏偏提早死啊！哦，啊是无爱死，偏偏呢，伊就来往生。哦，说未自在，未听话啊，哎，叫做凡夫啊！阿乱要定变蛇鱼肉肠甲缩底呢，伊自在解脱。好、哦，哎，唔知爽快啊！所以呢，佛陀弟子呢，伊寿命呢？超过三千年的有够多，我只用一个模糊代表尊者啦。这是释迦牟尼佛有个吩咐，有个交代。哦，交代释迦牟尼佛伊这呢，哦，这个金兰加舍甲伊般呢，叫模糊加舍尊者呢，伊无入涅槃。伊个教学这呢，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菩萨来人间时。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予这弥勒菩萨了，伊才能入涅槃呢。所以啊，头前讲的这个宾陀罗波罗堆呢，伊离即卖也用三千几岁啊，佛祖离开咱即卖三千几年啊，佫佛陀无允准伊入涅槃啊，予人天净福殿来供养啊，应供第一啊。啊，无大家尊者这苦行第一人呢，修偷盗行第一人呢。佛陀叫伊唔好入涅槃，佛陀交代讲，将我衣钵呢，穿了摩，做这个弥勒菩萨了后，你才能入涅槃哦。所以，伊英国的考古学家呢，加这个尼泊尔、印度遐呢，讲看一人，哦，呢一长外悬就对啦，这行路呢速度有够紧，但是保持地头前才十五公尺啊。这英国人硬堆，身体堆未着。金色是金黄色的身躯啊，伊当作巨人啊。我看到明明堆会着啊，头前尔啊，身体堆未着。有神通你堆未着啊？释迦有做讲啊，无大家尊者你袂当入涅槃哦，你有任务。像我依钵传哦，这个弥勒菩萨了后，你才能入涅槃哦。那么摩诃大伽尊者呢，依教奉行啊，能够看过伊就对了。哦，就讲伊性命能自在啊，世间人讲平坐活五百岁啦，就伫遐化上叮当啊，比拳头母叫做一指棒啊就对了。唔过比起着呢，摩诃大伽尊者宾陀罗呢波罗堆呢，佫矮伊几啊百岁啊，已经三千几岁啊呢。哦，何况啊，这偏做是偏衰啊，但是呢，无大家尊者真正有这人啊，哦，是经典有记载啊，所以啊，我安尼讲就是讲，阿罗汉呢，伊的寿命能控制寿命，自动天地无量寿啦，不只是三千岁呢，哦，啊，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呢，哦，伊怎要离开世间呢？伊继续阁维持落嘛是会使啊，但是伊伫咧上集讲净土，
在那个涅槃当中跟自在清凉解脱的，那是清净吼。好听好，不但是安尼啊，咱啊阿罗汉本身伊寿命我讲过了，无量寿。有一次玄奘大师啦，伊呢要去印度取经时，伫半路上呢，那么有拄着一个因开悟正果的圣者，远咧看着所在呢，哦，佛光灿烂呐，光芒四射。这我今日看呢，原来这老和尚坐伫啊，入定落去。哦，那么伊就歪身躯边，甲喊两声无请，准提引擎呢，讲三声才请起来。锵锵锵！哦，这老和尚入定请起来啊，伊讲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家。有何贵干呢？哦，你甲叫请起来有啥物代志无吼？哦，请借问你是何方的圣僧啊？伊讲我就是玄奘法师，我受了这个啊，这个东朝的皇帝东太宗呢啊，奉伊命要去西迄印度的取经，途中呢拄着啊圣僧才入定的呢。嗯，这圣僧就开口讲。请借问释迦牟尼佛唔在来人间转大法轮未吼？我要做佛宣化，我就是无好加十佛的时代吼，会、出家人啦。我正成四句阿罗汉啦，我入定要等候这时机，吼、要来帮忙释迦佛度众生呢。那么玄奘大师就讲，去，释迦牟尼不但来人间度众生。当时度完离开世间五百年呢，吼、注意啊！你看这入定入咧，甲是几啊劫呢？数万年呢？几啊百万年呢？哦，时间走一个无偌准呢。释迦牟尼应来人间度众生，佮离开世间五百年啊！你即卖入定入遐久，出定了后呢，我拄袂着。那么玄奘大师就讲，讲唔忙灰心，唔忙丧志啊！你的愿望会达成啦，赶紧呢，去定投胎哦，来这个中国遐，以后佛教非常的兴。那么以后啊，你投胎吼，啊投胎就准咯，去国王遐去呢。哦，结果啊，伊就投胎，我讲这个也无讲介准呢，投胎一个吼，伫印度遐，还是中原遮来，我来一个师兄弟子了，然后大汉出家呢，嗯。这个玄奘大师就越多，就是开智大师啊。哦，历史上记载这公案就对了。那么开智大师啊，一出家了后啊，非常的精进啊，位阶甲望甲非常清楚，最后开悟正果啊。当然这是实现的呢，早就证成阿罗汉啊咧。这阿罗汉来人间拢是游戏人间，半个算的，哪算哪度众生的呢？哦，都自在解脱的就对。哦，这入定哦，几啊百万亿年呢，不得了啊！所以阿罗汉也会就是长了了，了了长啊。哦，哎，就清楚吼。以上啊所讲就是呢，这中品下生的境界，甲最简单介绍个只吼。下面呢，那么讲这中品中生下，大家请拍开这讲义哦，伊安尼讲。中品中生者，若以一日一夜严持八戒，或者是三昧戒、具足戒、回向极乐，将见佛性金刚，自造七宝莲台，梵合即往菩提，七日宏开，礼赞闻法，得证初果，半劫随得四果。注意看有清楚吼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中品中生呐。哟，啊你有下个条件无啊？这是讲条件。哦，你在生做因有符合中品中生无？伊头先甲你讲啊，讲啥物话叫做中品中生呢？做啥物条件才有得往生这款的品位呢？伊讲你
有法度在一生的当中，一日一夜呢，延迟不管在界。咱在界技术，除了人伦道德修好了后，加添会当修这不管在界呢，你做法就终品终生。或者是出家修三昧界，或者是出家修 BQ、BQ 二界、菩萨界，你呢？念阿弥陀的回向西方净土，决定的就往生甲中品中生去啊！哦，所以这所在伊就你甲爱回向啊，回向着世界啊！甲你在生受三归五戒菩萨戒，乃至呢八关斋戒功德，回向去着世界。那么你临命终的时，自然阿弥陀佛啊！哦，甲西方三乘呢？当时接引你呢，往生甲七宝莲池。哦，然后啊，坐伫莲花顶，莲花就合起来。到极乐世界呢，七天就开始啊。开始了呢，你落啊呢，礼拜阿弥陀佛，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礼拜大势至菩萨。那么西方三乘为你呢，来恭敬说法呢。然后你当下正成呢，初果阿罗汉哦，是讲了又是正果就对了。经过半劫的时间呢，正成四果阿罗汉哦。所以啊，往生去啊，正成四果，如本法师伫三宝世间呢，就给你顶礼啊。哦，无简单哦。所以呢，简单讲，中品中生就是啥物人去的呢？就讲你人伦道德修了好，人做了标准了后，阁当受八关斋戒、受五戒、受在家菩萨戒、出家 BQ、BQ 二戒，乃至菩萨戒呢，有法度戒持也好，阁念阿弥陀的圣号，回向极乐世界，十个十个往生，一百个一百个往生，阁西方三乘亲人个接引，怎来讲呢？那么你从坐伫莲花座上，到这个世界了七天的莲花就开啊。那么受西方三乘的教育了后，当下正成初果阿罗汉，半劫了后正成四果，安住清净吼。哦，所以我虽然无放袂记，我有讲一句话，咱在地基础要有信心。你若是人伦道德修的好，哦。那么加添来受一个八关斋戒，受一个五戒，在家菩萨戒，哦，就我就往生到中品中生以上啊。下品你未伫遐啦，你境界变遐悬啦。我也讲过了，下品是呢，在生有犯了五逆十恶，杀死老爸、杀死老母、杀到淫妄的人，因往生去。咱拢无迄个条件。我也讲过了，纵然伫咧下品。嘛是未歹啊呢，已经无生死轮回啊呢，所以叫世界佛经讲啊，下品下生的哦，伊款清净微妙快乐胜过三宝世间的快乐哦，一万分当中的对无叫世界一分啊，你想看卖咧？叫世界太庄严、太清净哦，微妙快乐啊，所以纵然下品下生，嘛胜过世间呢。会快乐百千万亿倍就对了。何况你往生一个世界，今生受过八关斋戒，受过五戒，受过菩萨戒人，最起码拢是中品的众生以上。你免烦恼，你会感觉欢喜才对啊。中品众生以上呢，哦，去啊去到世界七天，莲花开，听西方三乘给你开示佛法，你当下就正成初果阿罗汉啊，应做圣人啊。佮经过呢半劫的时间，就证明四果咯。哦，太庄严，太庄严了。所以呢，你条件就是安尼啊。好，就听好哦。那么中品中生呢，是在家人佮出家人拢做会当教的品位啦。那么在这所在，咱听好哈。那么不管在界内容，我需要解说一下哦。八关斋戒的内容，以在家为主，是出家三昧戒的分日受持。
哎，最有清楚吼。总共一句，这个八关斋戒是佛陀看在地人遐尼虔诚，嘛有在地居士请教佛陀讲，我想要出家修行，但是家庭有眷属，有父母兄弟姊妹，有儿女啊。但是又要出家又阁未得，佛陀慈悲在戒讲出呢，八关斋戒来有受持，哦，等于讲在地人为主的啦，是出家三昧戒内底分日受持，是啥物叫分日受持呢？出家人是一世的人呢，哦，那么在地人伫出家戒内底，哦，一世的人当中抽一工出来出家修行人。意思就对了，后面我来讲啊，我出家是终身的啊，哦，不是副业的啊，哦，不是客串的啊，我出家是一世的人的啊，啊，八关斋戒就是讲，在一世的人的出家内底，抽一天的出家业呢，来受一天的出家啦，叫八关斋，八关斋戒本意是呢，哦，那么安尼出家一天功德就非常的大呢。到底出家一间功德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后壁愈来愈精彩，如本的介绍甲非常的详细呢哦。好，那么既然出家了后，能得了遐尼好福报因缘，那么要修什么因呢？爱讲到八关斋戒内容啊，对八条戒来看好哦。八关斋戒是啥？第一，不杀生；第二，不偷盗。第三，不悔反省，也就是不饮；第四，不妄语；第五，不饮酒；第六，不着香花瓣；不香油多心；不挂母相机；不过往观听；第七，不自我居功大床；第八，不悔时失。诸位，爱讲清楚吼，这就是所讲的。八条戒一条斋啦，讲八条戒会禁闭你造业，让你免堕落啊。八条戒一条斋，斋就过午不食无，咱无当作讲斋就是讲哦，斋是一只素食叫斋，安尼讲都唔对了了去啊。斋就是呢，你要大家身心清净当中过午十二点过了，唔好用五谷。哦，迄面也袂当食，啊，甲天光，你手伸出了后，手痕看会清楚啊，就当食。哦，啊，手痕看袂清楚，模糊，佫袂当食哦。啊，你茫走去电火下骹，啊，点手电啊，劈一，哦，啊，看会着，袂当食。安作弊袂使，安共佛祖呢，收记袂使，走法律旁袂使。咱自然天色也袂介光个，哦，以前拢总袂当食。提前来讲，手痕看会到啊，再时就当推啊啦。哎，知影吼、哦，所以八关斋戒就八条戒，一条斋戒，就过午不食的意思。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因呢、啊。八关斋戒有修过人，吼、哦，修愈济遍当然愈好啊。比如讲，讲堂一堂的当中有修一遍至两遍呐、啊。哦，咱注意呐，有要修八关斋戒人，注意咱讲堂有月龛。有看定讲堂活动的这个表啊，哦，你若有知影了后，啊，电视中知影讲要受八关斋戒呢，咱会当受八关斋戒，哦，受完八关斋戒人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最起码就重品重生以上，经文讲真清楚滴咧啊，哦，咱在家居士最起码哦，哦，人人道德修会好，佮受着八关斋戒。绝对往生净土，伫中品中生以上就对。好，所以听好。那么听好，三昧十戒，再加上不缺持身上金银宝物，即是十戒。那么第六条分作两条戒来出来啦。哎，注意了解吼。总共一句讲，三昧戒有十条戒啊，哦。那么再加上呢，不缺持金银宝物呢，当下就构成十条戒啊。本来九条呢，但是为这第六条分出两条出来，哎，刚好出十条哩，哎，就明白吼。
好，我听了哦。那么 B 球界是几条界 ？B 球二界是几条界呢？好，来听哦。B 球界有250条的界法 ，B 球二有348条的界法，称为技术界。哎，就有了解哈。你出家了后，南宗 B 球南宗师傅呢？还修250条界，那么如种师傅爱修348条的清净界呢？所以比丘界、比丘尼界称为具足界，哎，就有明白啦吼。那么如果那安尼呢，好啊，用功修行，回向西方净土，隆重地呢，进入世界中品众生以上呢？哦。出家要有福报啊！有人讲，我想要出家，但是呢，伊放未下。我想要出家，家庭有障碍。我想要出家，但是呢，我胆胆啊，惊呢，总是有一面障碍啊。哦，兄弟姊妹反对，爸母反对，哦，还佫惊这社会舆论呢，哦，佮你批评啊，种种问题不能释怀啊。所以呢，会当排除万难呢，关关突破，踏向出家之旅呢，这人爱有相当献出一愿力出来。你若顺治皇帝，哦，伊到最后呢，嘛出家修行啊。唐太宗想要出家呢，哦，三番两次拢互太太拿杂掉呀，哦，无唔对啊。所以真济啊，皇帝想要出家，文武百官要出家。爱社会上的啊，属性名流现代要出家呢，充满着障碍啊，爱有福报怎啊多？只要出家一天一夜哦，这功德就足大呢。何况诶，终其一生诶当中奉献伫三宝来修行度众生，福报我称呼个不得了啊！有啥物证据呢？来，出家功德经呢，佛祖讲出家一天一夜，迄福报就福足大。来看哦，出家功德经云：比如现那沙弥，出家一日一夜功德满20劫，不对三恶道，以六欲天上七幻往返，受天福，受天福报，最后生在人道，成富贵家，壮年后出家正辟支佛。英超三界，诸位讲个清楚吼，有一个国王啦，伊在住世无偌久啊呢，那么伊就要求这个舍利弗尊者呢，带去佛陀头前出家啦。尊者呢要出家啊，伊讲我还佫七天还佫活咧呢，安尼算5-6天了，最后一天呢，才到去佛陀头前出家啦。虽然出家一天，唔过这个国王呢。伊非常的精进，250条界持戒非常的这个清净呢。然后呢，出家一天一夜了后，就来往生去啊。出家一天一夜，虽然是一天，唔过福报非常的大。讲20劫的当中，永远无对这地狱畜生恶鬼啦。当时伫这欲界天内底呢，受尽了无量无边天福啊。搁伫人间享受人间的福报，并且拢是伫富贵人家内底。讲经过有一次吼，中年人了后呢，拢出家修行啦，持戒精进，正成辟支佛的境界啊，永远超出三界啊。你想看卖啊？甲出家一天了，带来以后无穷无尽的福报因缘，搁最后正成辟支佛完全的境界啊！要出家功德偌大都好，哦，所以运用呢，佮出家功德经言佮讲啊，哦，听好。出家功德经言，有人杀3000世界众生，有人救济得脱，有人挑3000世界众生眼，有人低级得财，其出家福，胜彼救济。诸位有看呢吼？
哦，要听吗？爱听者，要看吗？爱看者，要了意吗？圆满吗？爱看者。甲你讲啊，佛祖袂打妄语，袂随随便便讲讲的，伊讲话爱准算的，吼、哦、爱有兑现的。讲有人哦，有人呢，台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哦，有一人挺身而出，甲这三千大千世界全部拢啊救活起来，好诶，好无上大。过来哦，佮有人呢，甲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个目睭甲乌起来啦，乌、哦、起来就清明哩。啊，佮有在着甲救个目睭呢恢复互伊光明，安听无？救三千众生的性命，救三千众生的目睭和恢复的，伊功德福报，佫不如出家功德的福报啦。吼吼，有看到无啊？这毋是日本家己讲的，佛祖讲的。太救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命的福报，胜不了出家福报。太三千众生的目睭和清明，佮救回光明起来，恢复起来呢？伊功德阁胜不了出家功德，你想看卖啊？那问啥物理由？因为啊，世间的福报啊是生灭法啊，出世间的福报啊是无为啊，不生不灭啊，出家人了生脱死啊。出世福报有包含入世福报，入世福报未必然包含出世福报啊。哎、你最清楚吼、哦。那问什么理由？因为啊，是往三世一切诸佛拢总出家修行来成就对。哦，说无为法胜过有为法，哦，不生不灭胜过生灭啊。哦，不生不灭有包含着生灭，生灭未必然有包含着不生不灭啊。明悟一念间矣。所以佛陀为安赞叹出家呢？你又在这所在啊？你做清楚吼、哦？哇，那清楚是讲的当中时间阁未准，会见哈。那明仔在极乐世界九品莲花呢？第七天同一时间再会。Thank you.